到女司机，很多人都会不由得扬起一丝轻浮的微笑。关于他们逆天的驾驶传说都尽在不言中了。虽然从整体上来说，女性司机的驾驶技术确实不如男性，不过这其中也不乏女中豪杰，让人钦佩。今天要介绍的主人公就是一位女司机，不过她驾驶的可不是什么豪车飞机都可以比得上的，因为她开的是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当然用女司机的称呼其实有些不太妥当，准确的来说，她是辽宁舰的操舵手，负责控制中国第一艘航母的行驶方向和路线。也许在大家的想法中，这样重要的职位应该是由船长或者经验丰富的老水兵担当，但事实上这位操作手是位95后，名字叫做加德勒拉·哈布利，是位大学毕业参军不久的小姑娘。担任如此重任，值不值得大家肃然起敬呢？这位来自哈萨克族的姑娘从小就对海军充满向往，在自愿参军之后以优异的表现成为了辽宁号上的一员。在平常的时候，加德热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皮肤白皙身材奕奕的小姑娘，但是穿上军装之后，加德热就变成了一个认真负责的女兵。细心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抗压能力是领导让她担任如此重任的主要原因，就像宇航员需要挑选沉着冷静的人担当一样。没有过人的心理素质，想驾驶一艘排水量60000多吨的庞然大物，光是急剧加速的心跳就足够让人窒息了。除了加德勒之外，辽宁号上还有近百位女兵任职，很多男兵能干的工作女兵也可以胜任，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女生的力量，她们认真起来要比很多男生都要细致认真。所以以后在嘲笑女司机的时候，多想想这位姑娘，你就不会那么多偏见了。这样看来，开豪车开飞机也不是最牛的，根本不算是事儿。